台湾人民，关怀人类真妙理。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理想。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理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部经呢，就是我们来到世间依法修行以后你就这一生就不会遗憾了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它的真实意就是养贤蓄才，证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依行依归本来新圣教从民国七十一年本人一场病以来到现在来我们一路走来都遵循的王禅老祖的心法圣智为大众排忧解难以外，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法会佛、会菩萨，尤其以法来会各位的当下此生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以及会各位多生父母眷亲诸眷灵，或是各位累劫以来所结恶缘的冤亲债主众等，所以当下此生我们有因缘都拜在王禅老祖的门下我们拜王禅老祖为师拜诸天圣神也是为师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一段路程那么今天我们有缘相聚一堂在这个地球上短短几十年之间呢，个人因缘也不同个人的因果也不同，无论善果恶果都是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会碰到的，会遇到的。所以王禅老祖开始我们就是要修心修口
和养灵就是在这里的啊，里面珍藏有奥义啊，奥秘之潜能智慧，如何在这一生开发出来？但是要开发这一生和过去生以来的智慧，除了此生的教育以外，我们要以此生的教育加上修行的功德啊，这用心精进啊，接受各种的磨练和考验，我们才能够这样叫做进一步的了解人生的真谛，是无常，华是永恒，心真理是永恒，是真常啊，所以世事无常，真理真常，我们的佛性是真常，我们的荣幸更是真常。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诵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要了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里面所藏的一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珍藏智慧和奥义。那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那这里呢，请各位啊，这个呼身若地基，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在，不知其华，焉能载道？犹如无华，为得度人呐、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来到世间，每一个念头都在要度，度就是超过、跨越，叫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要涅槃的时候啊，告诉开示所有弟子众们啊，未来你们若说我有度众生的话，你们在谤佛，千真万确啊，因为度是要自己去超越，不是谁去度谁啊。那么当下我们在座的易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学们，我并没有度你们，而是你们要自度，但是我将华开发出来，会有以华来会你们的心，以华来会主灵，以华会佛，以华会菩萨啊，才叫佛说的莲池海会佛会菩萨，就要以华来会佛会菩萨会莲和会各位的心，这是真理。所以度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在度众生，释迦牟尼佛啊他就没有讲说他在度众生了，那我们一般的凡夫啊，就说啊，我在度众生，那是妄语。而我也从来不敢说我在度众生，众生要自己度。什么叫众生？因缘和合起来的烦恼叫众生。为什么会咳嗽？
嘿嘿，因为感冒，啊，加上药没吃的，吃不对了，哦，或者吃其他药呢，哦，越吃越严重，重生起来，生起来就是重生啊，烦恼也是重生，哦，你的成就也是重生，哈哈，所以你了解到这道理了。啊，那我们就不会说啊，我在度众生，啊，很多，万教齐发，各种教文，个人的名词不同，用词不同，但真理一样。所以很多公庙的朋友们，修行的朋友们，啊，都说啊，我在度众生，那就妄语，那就违背了本心。本心呐、啊，我们本性自度，也无法可度。要是悟，你不悟，你再一直度，你要悟了，你就能跳过这个烦恼之河，叫做生死大河。易经啊，那、哦。孔子所开示的大川，很大的河流，跳不过去。啊，你若是没有筏呢，船呢，你要涉水过去的啊，一定会被水淹掉，流走了，死翘翘了。所以，不是叫做度众生。度为无华，为得度人，没有办法让人坐在船上跨越这个烦恼。所以我们这一次九九法会，九十九天的法会快接近完毕了，还一个礼拜就结束了。但是呢，哦，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已经在世间了，道家十行已都进入各位我们所有贤士同修的心，和所有十方善信大德的心，啊，都与各位心心相印了。所以啊，各位同修们，你们进入一间大学学。一切的智慧，一切法，啊，开发一切潜能智慧。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才开始我们自常一身，智慧藏在我们的身，就法身，身隐山谷，啊，身隐山谷，我们的心与神，啊，藏在。贪嗔痴的啊山谷里面，为得解脱，所以我们世间的事情，哦，多如牛毛，昏昏渺渺渺，都有烦恼，啊，真的都叫做众生。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啊，今后啊，不要说我在度众生。你说度众生，你就啊，这个就是口业，就讲错了，不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解答啊，我们很多很多九九法会以来十方大众所发生的疑问啊。那现在有个案例。就是一个信众大德来请问的，儿子六岁，啊，生病，听人说，听人建议啊，啊，找一位同姓，啊，同姓的这人呢，啊，哈，药王者，啊，同姓药王者，认他当干爹。并写入祖先牌位，哦，真的没有智慧了。好，哦，那，啊，最近
儿子身体不好，啊，问济公师父呢，只是备役小孩，如何参加此法会？这个讲得很矛盾呐，不是这么讲啦，就说意思呢，小孩子六岁，身体不好，听人家说妖言惑众，就是要认一位同年的亡灵做干爹，哎呀，不对啦，这个我们不予置评啊，但是呢，现在小孩子身体不好了啦，身体不好，原因怪在那个亡灵真的很冤枉哎，那个亡灵跟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会跟你？让你起各种病呢，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同学，要知道易经，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就今年我们圆德法师他命卦里面有太岁嘛，太岁的那个和磁场有摩擦能量，我说你农历十月份绝对不要到处乱跑了，除非回来共修你再回来，所以他就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结果快交节气的前三天呢，来一个小小感冒小小感冒，这个就过了，这是什么？我们的命中有一定的轨迹，人一生不能不生病，生病是在消业障嘛，也不可能不生病，我们都有业力的，所以这一个问题呢，若是你既然有去跟人家认一个叫什么干爹了，那你法会的时候，你不要来报名超度让你能所认的这个干爹呢，能够在这里听经闻法，那就好了。孩子的病还是要看医生，不要一直迷信怪一些亡灵，那不就是不合理的啦？好，再来。遭罪进来诸男生，遭罪遭罪进来诸男生，往生后没有入祖先牌位，如何处理？这个遭罪的问题没有好好的处理，亡者会不安遭罪进来是一家人嘛，那应该赶快把他找一个好日子把他补上去不要说帮人不管，祖灵不安，子女们也会不安遭罪了也是父亲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若是有遭罪的人你一定要把它写上去最近来最近遭罪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好。本段那此次法会单独超度年会受证护牌圆满后请回家没有错，我们跟他的一个答复啦你法会的时候做正牌与护牌的联位然后让法会最后一天宴口要奉送的时候把正牌你们把它请回家用假拿装着金爪叉香点着正牌把它请回家把它补上去了那就好了不要说随随便便的我想点着外面
哦，呼请某某来，半路上引老爹，哦，这样很危险的啦。现在很多先生，哦，都哇，我把你安祖先位呢，你当天来火车，哎，给阿罗，你来做我老爹好不？哦，或者阿舅要吃饭，我把他火车一顿，啊，结果门关起来。哎，你不要回去了，你当我的祖先好了。哎，他有他的祖先，他有他的家嘞。难怪乱糟糟的很多嘛。哦，所以若是你们有亲朋好友啊，发生这个情形，要按祖先的年位，随便的点香哦，在外面招请进来。哦，这样男人就说你的祖先了，那就拜了。这个都会十座就糟糕，好，爱注意。那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在你家附近有比较正规的啊庙宇啊寺庙，他们水陆法不是一般的法会超度的时候，啊，你把它设正牌与副牌，然后啊请法师诵经啊，招请入坛。啊，在那里听经闻法以后，然后你点香，啊，求佛菩萨，你所拜的神做主，我要恭请我家祖先祖灵回家早晚啊焚香啊烧香供养祭拜，啊，然后你就到年位前呢，啊，告诉你的祖先。我什么时候要请你们回家啊？来祭拜，这样才是正确，才不会请到一些外灵啊。这一点要小心啊。曾经有这次法会啊，有一位家庭啊，他的祖先原来就在啊国家设立的公墓。那古塔里面的年位，那牌位，哦，他时间到了，啊，他要请回家供养，那个香灰呢，就那个大炉里面都要看的啦，啊，就带回家安下去拜拜了，哇，全家乱糟糟，不是感冒就吵架就生病，什么都不顺，哦，那怎么办呢？来问啊，我说你。那个这个炉啊，啊，那纳古塔那炉了，那很多人的家庭，啊，你随便就一个看，把香灰啊咬回家，那不是，那是不对的啦。啊，那怎么办？我们有传这个法仪，啊，如何把它消灾化解？啊，我们有传法仪，嘿，啊。再来第五，办公室以前是道场，啊，办公室以前是道场，此次法会如何来超度？啊，我们买了一些法牌屋也好，啊，或是买了房子呢，以前是人家当道场、当寺庙，啊，或者我们买了以后当住家。家里一定很不平安，这个例子很多啊，因为那开了公庙，有好多原因搬走了。若是他，这个修得很好，按部就班，依照法仪在修行的时候，他一定啊香火鼎盛，然后把搬到。啊，迁到比较大的地点，那就没有问题啊。有的在那这里呢，啊，那么修行也修不好啊，结果倒闭了，啊，房子被拍卖了，或是他租的啊，这房屋的房东呢把他赶走了，房东需要钱，房子要卖，不得不搬走了。哦，这个很多嘞。那结果你搬来当办公室，
凡事不顺呢，当住家，家里不平安，没有关系，你知道了，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有法会的时候，你把设立啊这个超度某某府上往昔什么某某公庙护法神将，超度护法神将，然后你要普桌，最起码要五桌的普桌来祭拜，来供养，祈求啊你所信仰的寺庙公堂的主神做主啊，帮你超度他们能够往生净土，这样就可以。那么在本法门呢，这次九九法会啊，好几位有这么办啊，若是还没办呢，明年啊我们的水陆法会啊，在农历3月26日以前啊，若是有住家这个现象的，你们可以啊来参加水陆法会，因为我们水陆法会啊是非常的殊胜，80几位啊出家高僧戒德与和尚啊来深谈啊，一起来超度啊，这个帮忙大家圆满，所以这一点呢啊在这里呢啊提醒各位啊，反正你们要买房子要先了解啊原来做什么啊，做什么可以化解没有关系，你们放心啊。啊那再来呢，第六啊，娘家遗传高血压，好啊，夫家遗传胃病，哦，子女遗传高血压、胃病，如何处理呀、啊？哦，这个遗传基因呐、啊，一定有同共业。人来到世界上，不是可能没有病，八卦一卦通。啊，鸭蛋再密合，都有一个缝才能出生，所以有各种的病呢，你就请教医学上的专业医学啊，这是比较安全，不然有时候你太过于迷信宗教的问题呀、啊，啊，那就未免啊。不够力。第14届啊，因为医学上，人家很多医生，穷一生的精力都在研究各种病，啊，研究人体的病，啊，所以天上的神。不一定是全能哎，啊，人家上帝全能的，有的上帝也有没有办法全能的也很多啊，啊，所以啊，我们那一颗心很重要，什么心？时时自我谨慎最要紧啊，药该吃就吃，药丸就是金丹呐、啊，哦、啊，金丹每天我。三餐还是要吃一个丹丸，就是控制血糖的病嘛。啊，因为自己运动，啊，趁着有生之年，好事多做嘛。啊，不要每天坐在那里哀哀喳喳，我什么病了？什么病了？你什么事都不做，业障越来越重。啊，所以当你有病了，还是找医生。其他的时间要的。升华自己的灵性，要修行，在家多念经，多念咒，念经念咒
会改变你的体质啊。因为经文是圣人所开示的，佛所开示的灵性的真言。比如我民国七十一年啊，肾脏病肾萎缩了啊，观世音菩萨啊叫我说，你一定要好好修行，一直念佛，打坐修行，念佛，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啊，念了让自己的第一身啊，那血液循环顺畅啊，第二我们的细胞里面都有灵光，你念佛佛号或者经里面真言就有灵光嘛，加上你的信心和你的信念啊，合二为一，所以你念经念佛号会改变你身体的机能。好啦，有如昨天晚上我到宜兰道场我们第二十届吧上课啊，晚上呢就在宜兰道场用餐我们斋堂呢就有我们黄竹立同修弟子的岳母嘛，在那边煮饭煮了五六年了啦那他昨天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师父今天这个菜我都请示王禅老祖，弄个老祖宝贝五杯我才煮的了请示王禅老祖说允许你吃的我才煮这一些了，其他老祖宝贝我不敢煮的我就又好的啦很孝顺就身体自己也要保护嘛，即使我没有时间保护，我们的弟子都那么用心那阿嬷那么用心就先请示王禅老祖宝贝什么可以吃你才吃，那么相对你的胃病高血压只要你胃病高血压合在一起，那你就要用医生的他的智慧自己配合医生，然后自己修行，自己念经，自己好好把心要调整你的吃药并不代表你吃药就不对，所以吃药是在续缘嘛，你以研究药的缘分在无量劫来都有缘，所以这个药一个药两个人同一个病，但是药不是同一个人，那么两个人都可以吃得好的啦，各有因缘啦。那么怎么办？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哪一种药有效你就用易经来，凡事用易你就能够了解这个药对你有没有效你是鼻子糖尿病你就糖尿病，你这个药糖尿病有1500多种的糖尿病，所以一个药不一定什么人都可以吃得好，所以炼丹采药呢，炼丹丹有84000个丹，丹不是只有一个丹，但是同一个丹就心的丹灵性的丹是完全相同的啦其他的药药就是丹那你要这个智慧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要有正确的信信仰才对再来旧屋被征收，旧屋被征收，祖先牌位已有半年没有祭拜，是否要受祖先正户牌？不必啦旧屋呢被政府征收，我们人很糊涂耶我们被征收，祖先要跟着走嘛
当个爸爸妈妈啊，跟着你，房子因为政府政策被拆了，你就放在那边，你也不管，那不对了，你百事会不顺啊，这个孝道需要改正啊，所以你不必说收政府牌，超度了还是奉送，你把旧牌把它请回去，请到新的地方好好侍奉。我们在世间上的一生，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灵，我们的守护神，菩萨是我们的指导神，王禅老祖是各位的指导灵、指导神，其他你家里拜的神都是指导神、指导灵啊，祖先是守护神，你要做生意会顺利，还是要祭拜祖先；而你家里大小会和谐，还是要祭拜祖先。所以最近以来啊，我们这次法会啊，本法门传道以来啊，老祖导教慈航啊，传道以来啊，很多过去把祖先牌位啊拿去烧掉了，说迷信了，祖先死了到天国，祖先到佛国，祖先到哪里？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哦，第一你不孝在先，没有祖先的观念，把祖先看为是累赘，这种人100%都不成功，后面跟着问题一大堆。所以这几年来了，在我们大恩寺维新圣教啊，我们大恩寺呢啊，有游定安啊老先生，我们的同修呢，有讲师啊，啊，老祖叫他专门负责为各姓氏祖先不安的排解，所以我也传了很多妙法给他啊。那凡是有信徒有什么嘛，祖先的问题呢，都可以去台北大恩寺请教我们刘定安讲师啊。所以祖先，我们大家很多一种毛病，祖先的财产都要，一旦死了什么都不要，只要财产，这个都非常不好，非常不孝的。我们来到世间上啊，这个追根溯源寻根，你根本一点根的观念都没有，到最后你还是会断根的，你放心啊，到时候换你当人家祖先，在灵魂界里面挨挨怎么着，你才知道啊。哦，看多了，看多了啦。骑到站的休困。多了啦，所以最近以来啊，十方善心大德啊，不少的人，哎呀，拜祖先的重要的，说开始要受祖先，没有关系，既然你要受祖先了，我们每次有大型法会的时候，你可以来受正牌与副牌啊，到最后一天你把正牌请回家，我们有法仪，副牌就奉送，你又家里早晚一支香，祖先又不要吃你什么东西啊，一年年节你啊换随你的缘，你高兴请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吃什么，他也很高兴啊，啊，你请他吃蚵仔煎，他也很高兴啊。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阿伯啦，然后啊，老师啊，我那些孙啊都不读书啦，都不读书啊，哦，那他们很不乖啦，怎么办啊？我的嘛，他过来拜祖先嘛，啊，那啊，老师啊。哦，拜祖先有啦，我唔认真咧拜啦，但只我孙拢唔拜啦，没有关系。你看你孙爱食啥，啊，你都买一些拜祖先以后，好、哦，那么那些再好你孙爱食，拜完了给孙爱食，上香求祖先呐、啊，讲嘛你都慈悲诶，你个宝贝好食食，囡仔爱读册嘿，哎，一样的呢，
大家那出去点啊，糖啊嘛好，糖果也好，饼干也好，蚵仔煎，尤其蚵仔煎，吼吼，一次他买蚵仔煎先拜拜，遐孙啊小心咧食，食食的吼，阿妈阿孙啊爱读书啊嘿，吼吼吼吼，三个孙拢走去读书啦。后来以后他呢就知道孙啊爱食蚵仔煎啦吼。开始就出去买蚵仔煎回来拜祖先，嘿，囡仔拢大家就好谈。后来，哦，囡仔，哦，都一直读上去，最高的读到博士的啦。哦，现在在政府，国家单位担任很重要的公职啊，啊，其他也都不错啊。所以拜祖先，祖先要你一点心呐、啊。免讲我说，哦，你爱啥就啥啦，拜三星酒嘞啊，老的，免哪嘞，哦，一点心就可以了，而且一个香，啊，而且呢，香啦，啊，香，祖先点咱一个香啦，这一个香，香会香啦，啊，点咱香会香，哦，和点咱一个心。佛神嘛是点咱的心尔啦，哦，所以各位，那你们对祖先的问题，不要看了那么多没有价值。我们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你做生意，任你怎么样讲啊，我告诉你，祖先不拜，没有祖先观念，你生意会做很好，我就不相信。啊、哦，这意思是我们中华文化。孝文化，不要去比外国人啦、啊。外国人他们的烦恼你没有看到啦，你要只问你自己有没有对得起良心就好了啦。哎，哦，再来第八啊，父亲新王牌位在京寿啊，的家人呐、啊。新蒙喜新往生了啊，牌位在经寿啊，如要何如法会时悉受再受真福牌吗？啊，不必。父亲往生了，他牌位在经寿或者佛寺，那你周年圆满的时要干多嘞，不必再受真福牌。平常法会，你可以接引我们的家人来这里听经闻法以后，啊，你就奉送有缘回归西方极乐净土，那就好了啊，不受政务牌位一般的啊法仪就可以啊。哦，我们的问题很多哎，很好嘞。啊，第九。信众购物后才知道五年前有一男子以此烧炭自杀啊，要如何处理超度？嘿嘿，现在很多啊这种情形都不少，年轻人没有宗教的观念啊，宗教的教育不了解因果的问题啊，所以难免会有很不幸的事情，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有的烧炭。烧炭是现在最进步的科技了啦。哦，那但是往生了，死了，往往一个人他有怨有恨啊，一旦了脱自己的色身。的时候，他一个中阴身，中阴身呢，即使身体被台气烧掉了，他那魂呢，大部分都会还留在原来住那个家里，房屋呢，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也看了这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法会的时候，最好帮他。受他个人的连位啊，求你所拜的神佛菩萨
啊，借金刚上师，借着修行法师啊住持他的功德力啊，招请来坛城啊参加法会，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然后随佛往生，最少办三次，家里就平安了啦。啊，所以不要快啊，你这要超度的要去找比较这个按部就班的道场佛事去做啊，这你就会平安啊。不要学习什么用孙啊，用孙啊，拿什么鞭啊，这个鞭啊，铃子啊，我告诉你那骗摸摸骗骗啊，不要啦。哦，用诵经，用超度，用你念经功德回向，哎，你会在这里这栋房子里买座新房子啊，跟你这一位跟你多生必定有缘啊。所以在我们土里啊，那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啦啊，他在台中失败了啊，后来就到埔里，台中房子什么财产卖掉了，进到埔里的啊一家，人家不敢住的时候鬼屋啦，以前有人在那边自杀了啊，连续自杀了两三个吧，啊他没有办法啊，那鬼最怕就怕穷鬼嘛。哦，那位朋友说，反正我有的住就好。我告诉他们，你们是冤枉鬼，我是穷鬼。哦，我穷鬼，我欠钱，你们要帮我忙。哦，帮我忙呢，我就会跟你祭拜。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灯关了啊，两三位都轮流会在前面跟他讲话。哦，都看着他，他开电灯哦，啊，你设在床头。上来开，看不到跑光光，啊那好了，他用机关设在脚的下面，看他们来了，灯一压，一亮就看不到了。吼、哦，那时候呢，去请教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先生啊，跟他说他跟你有缘啊，因为这样的你才会同居，啊，在仪式里面啊，你告诉他们，你帮我做生意，他是做需要的嘛，哦、啊，你帮我做生意啊，我会跟你祭拜，嘿嘿，生意好得不得了哎，很好啊，这和平相处嘛，人在世界上最怕人与人呐、啊，人与灵绝对不会有问题呀、啊，是自己心有鬼啊，你才会怕这些、啊，不然每次法会。哎，你不要觉得哦，我师父你这按好多人会很高兴哦。我告诉各位，嘿，不然你们要看什么时候求老祖画给你们看，奇形怪状的祖灵化为当时以前的人生，你看得很恐怖哎，啊，就惊吓哎，哦，所以我那边朋友啦，啊，就相安无事，啊，赚哦。钱以后啊，对面呢有一些新的房子，他买了，买了呢，他要搬过去了，要赶快远离这些鬼啦。哦，那好了，搬过去生意都没有了啦，一直给冻掉呀，嘿嘿。所以各位同学啊，这个是一个我亲身我的好朋友。讲给我听，后来才又回到那一间，又跟他租，啊，租到一段时间呢，啊，那他买了房子卖掉了，况不熟悉的，赶快搬远远的回到桃园去住，搬到那边去了，啊，但是他们也跟着后面也去了，因为你这有缘嘛，啊，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懂，后来请上一个法师，后来跟他们超度，啊，
那么操步就好了啦。这是宗教的天威会得力的慈悲观受加持与观点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祥昌